老公，想不到你今天真有心呢，还记得我的生日，还特意去镇上给我买了个蛋糕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这是我一个做丈夫应该做的。你许愿啊，许完愿了之后吹蜡烛。好。老婆，可以了。啊？这就是你给我买蛋糕啊？我还是特意给你走的过呢。你自己倒不得洗。老婆，都结婚几年，那还蛋糕八个？妮妮，这个是蛋糕啊，抢心情不好啊？哎，瑶瑶。你说罗珊珊以前追我的时候对我太大方，要送过给我买送过，她有100块钱恨不得花2000块钱到我的身上。你现在呢？现在呀、啊、现在结婚之后啊，比你快小气死，一分钱都舍不得给我用的，看我几个过生啊，去给我买了个火烧包吧。瑶瑶，你说你男人离结婚了、啊、是不是都变得蛮小气了啊？哎呀，弯弯的河，对面就在团队。哎，莹莹在这边啊！钥匙回来啦！哥，今天好多鱼啊！钓了很多呢。咦呀，哦，捡到的鱼啊！等下拿两个回去煮的吃个哈。好，这是不是鱼丝啊？哥，钓上来的鱼嘛，还把它吃啊？这不是浪费啊！你们坐好了，我来给杀鱼去。妮妮，这还明白吗？我就是条鱼啊哈。嗯。